第七段为大家演示一遍。 第七段，第一两个动作，转身跳步脚臂，右跛步带刺。下面我为大家演示一遍。 向左转身，重心向右移动，抬左腿，右脚蹬起换足脚落地，右脚向前，瀑布，形成个瀑布，两臂交叉，由体前向身后。 再次，这个过来呢，左腿换右腿，重心向左移动，形成右瀑布。两个匕首，右匕首向身后，刀尖向身后，左匕首扶于右腋下，匕首尖向身前。 眼看右匕首的前方，它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动作呢？向上，向上交叉的同时，右臂由右侧方举起，向左侧方下落，进体前，由向前，向身后，再次。 形成一个形挂的动作，两臂交叉分叉。这里呢，要求转身，这里转身同时呢，要足右换腿的时候呢，要上下配合，要协调。 跳过来以后，重心落于主脚，右脚形成一个铲脚动作，由右脚的外侧铲击对方的脚腕。这个匕首呢，由外由里向外再擦。 要求转身换步，脚臂要上下配合，要协调。下面我慢动作为大家演示一遍。 下一个动作，转身跳步。 脚臂左瀑布带刺，下面为大家演示一遍。这个动作呢，与前半步是一正一反，右臂进于体前，向上。 向右侧方下落，左臂由左侧方向上，向右侧方下落，向下向身后分刺，是带过来，平带过来，再次。这个呢，这个步子呢，由重心向。 左移动，换腿，落于右脚，左脚铲腿，形成一个左瀑布。
这个匕首剑呢是朝一个上右匕首朝刀尖向前，左匕首刀尖向后，形成一个带刺的动作。这个呢与前面就讲了上下转身要配合要一致。下面我慢动作再演示一遍，下一个动作中部左下扎，下面为大家演示一遍。有左瀑布，右臂下落扶于腰间，左臂手下落进体前，向右向上向右侧方转身向下下扎，形成了左弓步。这呢做的同时呢要以腰带臂转腰能扎，力量呢在匕首剑。下面呢我慢动作再为大家演示一遍。下一个动作转身礼合并步提扎，下面我为大家演示一遍。这个呢由向左转身，左脚尖外撇就转身180度，右脚离合腿，右臂手下撸，随着踢转的同时呢右脚做离合的动作，向左后方转身。这个匕首呢左匕首由上向前下方下撸，右匕首向右侧方举起向前，一个提一个扎，左手扶于右剑的内侧，左手臂剑刃朝下，形成一个并步提叉动作，两脚并拢半蹲。这个要求呢转身离合腿的时候呢转身180度要快，在转身的同时呢这个两个臂上下要做配合的动作，形成了转腰离合并步提叉，形成一个完整的动作。这样有配合的时候上下又能协调一致。下面呢我们慢动作再为大家演示一遍。下一个动作分臂后撩腿，下面我为大家演示一遍。重心向右移动，两臂向下，左手向身后反扎，右手提起，以尾环向上方踢打。这个右左腿呢
向后向身后了解对方的裆部，力量在脚前掌。这做的同时呢，以分了这个动作要同步要进行，眼看前方，这个呢要求呢重心在前面的一个并步下扎的同时，借助下蹲的力量，重心向右移动，一个撩腿动作，要形成一个上下踢撩，一个撩腿的作用。这个呢是突厥对方的裆部或者腹部。下面呢我再为大家演示一遍。下一个动作，挂腿双货。下面为大家演示一遍。撩腿鲁步向身后鲁步，左臂手向身后向上向右侧方鲁臂鲁于体前，同时向左转身，重心向左移动，左脚尖外撇，向左移动，同时右脚抬起，用脚跟挂钩的动作，形成一个挂钩。匕首呢由下向上反刺的动作，形成一个互刺的动作。这个动作呢要求转腰挂腿和臂同时要上下腰协调配合，关键就在臂的两臂的运行，以腰带动挂腿。眼看呢体前，这个呢是左手在上，右臂手在下。下面呢我慢动作为大家演示一遍。下一个动作，踹腿分局。下面为大家演示一遍。这个踹腿分局呢，要借助挂腿双货转身的动作体系，由右脚右腿向右侧方踹出，同时呢两臂分开，刀尖的剑刃向前，左手驾驭头屏，右臂手在胸前是右侧方。这个呢动作呢要借助挂腿双货的转身动作来完成踹腿分击动作，这样便于动作连贯。下面呢我慢动作为大家演示一遍。下一个动作，马步翻身轮扎。下面为大家演示一遍。
右侧腿下挪，重心向右移动，左匕首经由左侧方向上向右屈臂下挪，同时左脚向前插步，向是左侧方转身，重心向右移动，抬左腿转身跳接马步下扎。这个呢前面也像翻三翻身的动作差不多。这个马步翻身能扎呢，要落步插步转身重心的移动，要抬腿换步形成了马步，差距对方两匹手刀剑向下，眼看右手的前方。下面我慢动作为大家再演示一遍。下一个动作，提膝独立上架几次。下面我为大家演示一遍。右脚尖外撇，重心向右移动，同时左臂下挪向身后，向体前，向右转身，同时脚臂两臂打开，右脚退步，左手臂向前架，架于头前，右臂进体前，臂内旋向前几次，重心向右移动，左腿提膝，脚面绷紧，脚尖向下。这个呢是一个转右，同时要脚臂一个刀剑，右臂的刀剑向里向下向前接触，在右臂接触的同时，右脚推步呢要正步上架提膝几次，要配合一次。这个动作呢要求转右退步要配合，要协调。下面呢为大家慢动作再演示一遍。第八段，下面我为大家演示一遍。第八段第一个动作，膝部分刺，我为大家演练一遍。左脚向前挪步，同时左手左臂手下挪，挪于胸前，然后向左转体，右脚向前
一个小跳步，同时左脚向右侧方擦步，往下旋顿，形成一个膝步，右脚尖外撇，左掌着地，脚跟向上，同时两臂分错，左手上架，右臂臂尖向前，眼看右侧前方。这个动作呢，在左脚上步向左转的同时，左臂手下撸，再跳步形成一个擦步变膝步的同时，同时要分错。这个力点呢，在右的臂手刀尖上，左手臂手上架，刀尖朝斜上方。这个要求呢，落步转身跳步膝步分次，这力点呢同时分错，力点在两个劈手线上。下面我慢动作为大家演示一遍。下一个动作，转身提膝下格。下面我为大家演示一遍。上提，左转，右脚尖内扣，左臂下，左侧向后，形成一个各的动作。右臂呢扶于头上，左腿呢提起，重心在于右腿。这个呢像前几段也有这个下格的动作，这个格呢有两种含义，一个就是转身格挡对方的枪或者棍，对方呢或者踢腿踢我的臀部，我以劈手的剑刺对方的腿。这个动作呢又可以防又可以攻。这个要求呢转身提膝要协调一次。下面我慢动作为大家演示一遍。下一个动作，弓步横扎。下面我为大家演示一遍。主提膝下撸，要微微的向左转。这个步子呢，上步上左步，这个步子是个左弓步，这个步子呢要步子要大，撸下来同时呢左手臂扶于腰间，主腰间右臂向外向里形成横扎的动作，力点在臂手间，臂手放平，匕首的剑身是平，刀身是平的，从外往里。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对方
防御的指向，我用匕首向对方进攻，刺以对方的脑门或者侧肋。这个动作呢是一个转身连贯性的动作，要求左臂右臂要配合，要协调。上面呢我为大家慢动作再演示一遍。下一个动作，后腿主于后退避。下面我为大家演示一遍。左手向前横推，就平的推出去，以匕首的外侧刀刃上向前推出，经由右手臂上方推，同时呢右匕首往里回收，然后右脚上步向左转腰，然后左手臂下挪，右手臂从左臂上方退出，左臂收于右腋下方，两刀尖向前，也就是向体前，眼看右侧前方重心向右移动，左脚背踢于右膝窝后方半蹲。这个呢要求呢后腿左右退避，这个是一个连贯性动作。对方比如要抓住我的手腕，我可以有左臂向前砍击对方的手，一抽一砍，然后右手可以横砍对方的咽喉。这个动作一个呢又是防又是攻，要连贯，要一致。下面呢我为大家慢动作再演示一遍。下一个动作，马步上下扎。下面我为大家演示一遍。左脚向左侧方挪步，同时左臂经由右肩上方举起，右手臂向下，形成一个两臂交叉由上而下下叉，形成个马步分叉的动作。眼看左臂侧前方步子就马步跨于斜平，脚尖向前，要挺胸受腹。这个动作呢要求转腰，转腰呢向左微微的转腰，形成一个分叉的动作，所以便于动作的协调。下面我为大家慢动作再演示一遍。下一个动作，左挂腿双豁。下面我为大家演示一遍。
由右臂向右侧方举起，向左转腰，右臂向左侧方下撸，同时重心向右移动，转腰，右脚尖外撇，两臂刀尖向斜上方护起，护起重心呢向右移动，形成一个挂钩的动作。这个动作呢，比如像对方要击打我的时候，我的右臂也可以挡，也可以反刺，也可以同时两臂同时往上，把对方一个举起来的动作从底下往上拔起，借助腰的力量和一左脚的勾挂，左脚后跟起地勾挂起来，脚尖向上。这个动作的要求呢，臂手转腰要勾挂，要同时要完成。下面呢，我慢动作再为大家演示一遍。下一个动作，左颈部母刺，右颈部母刺。下面我为大家演示一遍。左脚撸步，同时右臂下撸，所以腰间左臂向后向内向前母刺，刺出去呢是臂手尖向前，左脚步呢步幅要大一点，后面是一个根部，重心在左脚，右脚先掌触地，然后呢左臂属于腰间，右臂由腰间向后向右向前，这个平磨向内翻臂向前上步，一个根部的动作，向前母刺。这个动作什么意思？它这里面有一个攻防含义在里面，由外拼磨的时候呢是砍击对方的头部，对方的头部躲闪的时候呢往向内翻背击刺对方的胸部，这个呢步子和手呢要同步要进行，不能步子小，这个步子呢步幅要大，容易更步。同时呢右臂呢也是一样，由外往里旋臂向前往前跨出，左腿跟于右腿的后方。这个呢要求左右要以腰带动，这样便于呢动作的灵活性。下面呢我慢动作为大家演示一遍。下一个动作，转身定步下压。下面我为大家演示一遍。
重心在右脚，左臂下挪，进右起前，向右，向上，旋臂，上扎的一个动作。同时呢，重心向右移动，左脚抬起，向后转身，换步，左脚尖点地，同时呢，右臂呢下压。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对方以枪或者棍要戳击我的头部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匕首和背的碗里挡击对方的棍，对方呢以枪抽枪下扎，扎于我的腿部，我转身下压换腿。这个动作呢要求呢连贯协调，这个左臂呢落于右腋下，匕首尖向前，右匕首呢向下，匕首刃向下。下面呢我慢动作为大家演示一遍。下一个动作，仰身上步解释。下面我为大家演示一遍。这个仰身呢，由臂右臂手向前向上，匕首尖向后向下，向前旋臂向前解释。同时呢右脚向前形成右弓步解释。这个步骤呢连续做三个，做三个。不需要跟步，前面一个母刺的时候呢是个跟步动作，它是一个弓步仰身解刺。下面呢我为大家慢动作演示一遍。下一个动作，弓步上土前。下面我为大家演示一遍。右臂下挪，左脚向前迈步，左弓步，同时两臂由身后向前向上突前，重心于左腿右腿伸直，前弓步。这个动作呢，对方击打我头部的时候，我迅速突起，或者两个匕首形成了突前前的动作。这个动作有防或者进攻。下面呢我为大家慢动作演示一遍。
下一个动作，后手弓步提叉。下面我为大家演示一遍。这重心向左移动，左脚尖手心内转，形成个瀑布，两手扶地，向后接手，以脚后跟接手对方的根部，形成手转移重。这个后手呢，要求以要代臂，要快速，同时呢，要求呢，眼看右下方，这样便于呢以要代腿，形成一个弓步提反扎的动作。下面呢，我慢动作为大家再演示一遍。下一个动作，虚步上架几次。下面我为大家演示一遍。重心向左移动，右脚跟半步，正脚右臂向前托架，肘臂属于右胸外侧向前几次。这个几次呢，重心在右腿，形成了主虚部，主脚尖向前调整，脚尖点地，屈膝半蹲，要求呢正步托侧要同时完成，两眼呢看右臂的及时方位，要求左臂屈臂直臂，这个刀尖呢方法就错了，必须要屈背向前接刺，两肩要自然放松。下面我为大家慢动作再演示一遍。下一个动作，受刺，我为大家演示一遍。左脚向身后退步，同时两臂下裸，所以右肩以尾环向前接触，重心向左，右脚退步，两臂向下，向两侧，向上，向下，向体侧两边下压，两脚并拢，两膝挺直，两臂扶于两腿体侧，然后眼往前看，形成一个受刺动作。下面我慢动作会再为大家演示一遍。全套动作教学完毕，
谢谢大家。